没有，应该没有时间。就是我们就是要办帝华这个欢送会的时候，然后就想说，看帝华可能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合唱之类的、啊，就后来就发现他一个一个打电话问说，你可以帮我唱一首歌吗？所以待会你们会看到非常多的人出现在台上。对，然后都没有我。<笑>然后是帝华的那个，不要说再见了，<笑>跟我完全没关系。好啦，好像在怀念你哦。对啊，但你还在。对，嗯，我还在旁边。<笑>好了，掌声欢迎水水。 那我就直接唱了，带来这一首歌《What's Up》。 Hey.
好的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欢迎的地方。耶。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还是有点心情受影响。为什么？就差不多有一种悲伤的情绪。还是因为有点秋意浓的，就是冷冷的感觉。秋意浓。好听耶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讲？没有吗？好，抱一下，好，好，加油！他跟我说加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下面这一位朋友呢，他是台东那个发型界的第一把，美发界业的第一把交椅。然后我们相遇的地方是在练歌坊，对。然后那次的练歌坊呢，我们就练了一下歌，互相交流一下。然后之后就认识了彼此这样子，然后当一天呢，我就跟他预约了，一个理头发、剪头发的时间这样子，然后从此之后我们就也变成练歌的好朋友，我们欢迎威力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好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海洋。海洋。好，他说他那天问我说他要唱什么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也没有想太多，我就想说，他没有唱过海洋哎，这样子，陈建年的海洋，有人听过吗？陈建年的海洋，对。那我就想说这首歌感觉他可以试试看，因为他平常都唱女生的歌。然后想说他试试看男生的歌这样子，可以吗？然后我一直以为就是今天的演出会他会跟我一起唱，结果他就把我们丢在台上。你还是要把它唱完啊！好，那掌声欢迎威力。
华。嗨，威力，好听。那个，把你的朋友真的是逼到绝路。对，你觉得唱完有没有比较开心一点？有，我现在很轻松，等一下就可以下去看大家。可以开始喝，可以开始那个。你威豪今天会出来吗？如果你要看到他的话，也可以。你有没有讲威豪的故事？哦，就是我在练歌房的时候，然后喝到一些境界的，对，然后就会有另外一个我出现，对，他会开始分裂这样子。然后其实我们都会设定，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分裂身，对对，一个分身，然后我们就要换一个名字这样，然后他的分身就叫威豪，对，然后我的人叫威力，对，你的人，对的人，好，好，谢谢威力，谢谢。